开始。在台湾，我的北京朋友因为骑自行车把腿摔了，所以我们陪他去就医。然后呢，在医院里我们就遇到了台湾的小护士，超温柔。然后在等待的过程中呢，然后因为他听错了名字，本来是不应该叫到他，他就进去了。然后台湾护士就说：“李先生，还没有叫到你哦，再等一下下就好了，只要耐心等一下下。”然后开始就医的时候打针，然后我们陪他进去，然后小护士会说：“李先生，会稍微痛一下下哦，只要忍一下就过去了。”然后现场所有的北京男生已经不行了，就已经开始了。然后我就在边上一直笑，然后他护士小姐问说：“啊，这位小姐，请问有什么问题吗？”我说：“没有问题，就是觉得您跟我们北京的护士小姐有一点点不一样。”然后对方说：“哦，那北京的护士小姐是什么样子的？”我们北京护士小姐是叫你了吗？没叫你出去。北京的护士小姐是这样哦。